感谢咱这鲜花吼，中山路这吼，头家娘吼，咱这乡亲时代啊，变成了吼。原本双江着四个无同夜光道，正车去着三号化身，充满着欢乐气氛的圣诞列车，沿着街路来祝福大家圣诞快乐。这嘛是呢，立委郭国文甲这三口组要来感谢着乡亲对着四项无光道的支持。到了最后一场的时候，有人送鸡排，有人送饮料哈，所以渐渐的，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的行动呢，都会感动到台湾人，投下这样的钱，值得大家共同分享哈。那我们也今天呢，把这个分享的气氛呢，透过圣诞节更加能够传播出去。那紧接着我们要车队出发。伊另外为了感谢了永康的乡亲，过去对着郭国文的支持，伊在四号嘛，有着是行政黄兆辉，分别到台南的林爱芝家，甲新竹种个只广告协会来致敬着圣诞礼物。阿小光平是来吼送给咱咱永康家的这个机构吼，因为较早永康对郭文啊只支持啦吼嘛，只栽培伊吼。啊，虽然讲即马选区无伫永康家。阿哥吼，由我来遮来做代表啦，因为我本身嘛是永康人家，因讲阮这是吼一个小小心啊，是圣诞节一个圣诞礼物啦，吼这些学员们，他们这些职员们都能够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。龙条辉表示讲，两位贵国部门过去曾经伫永康做过机关，受大家支持，而选择伫这個平安夜即天来致敬着社会团体这圣诞礼物，嘛来表示着感谢甲感恩。南平新闻台以下永康采访报道。